真侪人中埔南投溪头，人嘛甜甜甜，这个停车场呢已经甜出来，已经满出来，但要入去的车呢，为大门口一直塞，塞到一五一的管道，差不多有500公尺长。管理单位呢判断，规工入场人数可能有8000人。过日一连假第二天下昼啊，溪头的门口已经出现长长的队伍，车马排排500公尺，一路塞到一五一管道。西边的大门口停车场已经完全插满。一路都塞啊，大概行程 delay 了多久？塞了多久 ？delay 到一个多小时。游客比较多哦，预估今天大约会有8000人次的入园人数。很快主景景盘，可能是因为山顶的平均温度在了20度到25度中，凉凉啊，这城真侪人走来。山顶避日头，刚好放假，然后因为天气很热，到山上比较凉快，意思？哈哈哈，是因为山下太炎热了，太热了。那要来吃避日头，因为7月1号溪头的票价卖全面调起，亲像专票位200起到212，半票啊位100起到110，电费票卖位10起到30，某人是想要趁廉价赶在咧起价之前进来山顶耍。另外，同款伫咧山顶，合欢山母岭停车场下侪啊，车嘛真侪台。警察来到现场指挥交通，还有来山顶游客，车拢爱倒倒塞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